是呢，全球瓷器人呐、啊，都是在关心呢瓷器人、瓷器事、瓷器方向，大家都是共同一心在关怀。我们国际事务行政之多啊，哪一个国家有大风、有大水、有大雨、有火，在哪里灾情都会来提一下。我自己呢，天天啊离不开电视画面，感恩大爱台，大爱台把国际的新闻啊，都是呢很详细，我很感恩大爱台所报的都是真，所说的都是正，报真道正，所以净化人心，让我呢能看见听到了。瓷器人当然离不开瓷器事，那所以呢看到了瓷器事在人间，瓷器事都是人做人啊，我真的真的一直看了，我都会想啊，这一群不是为自己的意念，那一种贪念在这样的意念中，真正的这一群就是真诚的心学佛的人，所以真诚心学佛所求的是觉悟，他们不离开人群，我们呢都不离开人群，但是呢不受人群的意念所诱惑。这一波疫情，我一直一直都在提大灾教义，是真的是大灾教义，看到了这样的人间无常，看见了天下灾难多，人的生命啊轻如毫芒，轻轻，但是人生呢总是这样的颠倒，懂看重自己，放大自己，所以呢天天都有一个大我，自大大我，永远都忘不了我，才会呢让现在人间啊灾难偏多。疫情就是也是人不断啊吞噬众生命，那就会呢助长呢这畜牧业，畜牧业啦很大，就是因为人口多，供应给人口吞食的肉类实在是、哦、量之多啊，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反省，每一个人来灵感
都是应该要有一大事，但是呢，什么样的一大事呢？集善法的大事，而不是呢自己享受了造业的大事。这种享受也是呢一种这空过人生消耗这大自然的资源。最后不管有作业无作业，总是空过消耗过去了人生。我们呢那用了大地资源呢，我们应该要有回馈一下，那如何把人生的方向带上了正向。所以最近一直跟大家说，典范典范，人人都可为人典范。好事我做得到，你应该也做得到。哎，他能做得到，我应该也可以做得到。彼此激励一下，互相勉励，那互相谦虚的都可以做得到。所以只要动一念心啊，那伸出了你的手，一手百手千手动出去，观世音菩萨就是这样。我们普天之下慈济人之多，人人一个在传，一个那千人变成两千人。假如啦，一人传十个，千人变成了万人。总而言之啦，这种只要一念心落实在我们的行动中，佛陀的时代一直呢，一直到现在，才真有人间菩萨。佛陀的理想的教义，那个时候就是那样的环境啊，无法把佛法真正的普遍啊走入了人间。那就是因为佛法的啊那紧沉默，时代时间等等呢，不争不起，都是有它的原因存在。因为佛陀的教化就是要我们回归本性，那清净无意无欲念，这呢所以大家人就会比较安尼真沉默的。总是我们还是把握当下，把握当下真实人生。真实人生呢也是在分秒消耗中过，所以呢生命啊是分秒消歇过去。那每一天呢少一天呢在生命中的过去，我们要好好的把握盘点自己生命。所以我今天我也会盘点我从早到现在我到底呢做一些什么。总而言之呢，人人呢都要向着自己生命盘点，好好把握时间，感恩全球慈济人呐、那一份关心以护法身体力行呢，投入慈济菩萨道，这呢总是我要感恩的，期待了任何一个国家的慈济人开始要发大心，不要沉默，要发起大心，都菩萨早生，让人人心中那
种下了一颗成佛的种子，那要身体力行在菩萨道上，心中大家人都有生活的经济，但是呢一定要身体力行，要那么经济了埋在地中呢都会缺少了水分跟阳光，所以永远呢这个经济呢都发挥不出来哦。那期待人人行菩萨道了，铺菩提路。